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，我今天来 Pokemon Go， 今天跟姚、法师，然后不用介绍，这个没有玩，有了，他是米菲，然后来这个著名的火龙科大，火龙科技大学，火龙科技大学，没错，下面就是小火龙，这里小火龙盛产，我们就在这边待个一小时左右，看能抓多少只好了。什么？你们出了、哦、小火龙哦？我真的有两只，有两只。有两只？对啊。哇，这么狂哦！超狂！有了，来了。你说运气？我觉得这边，我觉得这边出那个出，就是我有去过罗东公园、啊，他们那边出皮卡丘的量。我觉得这边出小火龙的量更夸张。对，更夸张。真的很夸张哎！又一只了。这里是他们的家。这里真的是小火龙巢穴。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哇，真的好多哦。三，有了。全都录得一清二楚，太好笑了！这不空，这只有那个60-80哎，哇，这么高啊！哇，解禁了，最近那个解禁的 IV 解禁。对，这一次的改版，因为早期的 IV， 你现在早期你抓那个小火龙，你都不会抓到高 IV 的。可是这次改版之后，好像有解禁了，所以你有机会抓到弯的，就是很强的小火龙。哎，我发现跟着人群走不会错哎。对啊，不会错。你看，大家都走来这里，大家都是为小火龙而来。对啊，我的还没出，你们怎么都来抓了？我再往前走一点。BB 鸟后面，哎，真的，来了来了。哦，真的，一口气就喷两只出来，先抓一只。BB 都500多，我遇到都50几。这样很好啊，抓起来很快啊，我们都还要用高级一点的球才抓得起来、欸。他会把我球顶走。宝贝球，什么？乱讲话，他自己讲错话。你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抓的有多辛苦 ，CP 太高，抓的都很辛苦哎、欸。对啊，他都一直逃出来，一直逃出来。哇，所以我应该高兴哦。对啊，反正你那些都卖糖果的。他一直，我又抓了两只了，哦，还有，再往前走是不是？好，再往前走，好，再往前走。那个，对不起哦，我已经多到不想数他已经第几只了，多到不想数，实在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你要几只才能够变那个、啊？我在两，哎、欸，我在三只，在三只。一，哎、欸，我忘记换球了，搞不好他又跑了。你居然、欸、跑走了啦！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，我的还在。跑走了。我的还在。赶快换球。气死我了。我看一下我目前几颗糖了，99颗。卖掉就100颗。我再差25颗就可以进化了。还要25颗。有了，有看到。怎么样？你要进化了？还有一只哦、喔啊，抓完这一只还有一只哦、喔。对啊，哇，跑走了，又跑走了，叫你要看到不要省，好不好？莓果不要省，球不要省。跑走了，希望顺利哦。CP 146，哇，好紧张哦，你看大家都在看，超可怕的。不好吗？我们用篮球。哎、欸，我都跑了。你的跑走，你不要这样吓我。这只 IV 很高，不好抓。哎、欸，中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喷火龙了。哇，要进化了。终于啊，你毕业了。我毕业了。毕业了，恭喜你。好，来吧。有了，小火龙出来了。抓完这只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来，乖乖的。
三，抓到了我的少林武僧，回进化，噔噔噔噔噔，自带音效，自带音效，自己配，少林武僧，乖乖，来自还熟了，还熟了，有没有？还熟了，多一个脚。我要继续进化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以为你先集一只火恐龙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口气跑掉了。你的又跑了。我的刚抓到了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，摇摇摇，摸一下，说不定有大字报哎。什么大字报？摸一下那火恐那个喷火跑走了。吓死人了！跑走了。大字报。你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？好紧张啊！动画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呦哎，有哎，大字报。有了有了，好。功德圆满。功德圆满。对，功德圆满。可以走了，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。耶！我们的少林武僧终于练成了。